林志玲言程序复合，甄婆婆希望两人赶拼做人进度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林志玲与言程序情缠15年，直到日前在吉隆坡被拍到同进出饭店，才让这段世纪复合曝了光。对于传出年底两人将密婚，言程序母亲受访时也大表赞同，还希望两人赶拼做人进度，似乎相当急着抱孙子。对于两人世纪大复合，相较言承旭认得干脆，林志玲则是语带保留不将话说死。根据媒体报道，言承旭母亲耳闻此事，表示之前儿子想要到马来西亚，但没想到林小姐也会一起去，似乎对两人旧情复燃略为惊讶。至于传出两人年底将密婚，他不讳言表示林志玲已经42岁，加上言承旭又是独子，因此要两人想结婚就要快，不然生小孩不容易。看来林志玲若出嫁，还要面对传宗接代一事，说没压力恐怕是骗人的。极度喜爱小孩的林志玲，为避免日后没结婚又想生，三年前已求助台大妇产科，并取出9颗卵子存放，早为做人进度铺路。此外，去年三月份林志玲录制《花样姐姐》第二季时，整理行李画面曝光后，被眼尖网友抓包，与网络上流传言承旭小外甥的照片竟是同个房间，也曝出两人早同居多时。